OK， 三八启动，手持启动磨合啊。先给它抱一下啊，抱一下，推大油，上油，推一半的油吧，先推一半的油，风门关啊。关掉高油门，开掉风门，风门一打开啊，切换为高转速，先给它启动，好近吗？你看能动，我从去那里。行，我拿一下。重吗？没多大。再推一下，费劲。爆了啊！爆完了，启动了啊！启动了啊！开点油，稍微开点油，烧油了。再爆一下，新发动机，新发动机。新发动机估计油少，没有电闸活来了，没了。